各位好，我是曾子婷，欢迎收看 Channel 4新闻。明年初的立委选战，各个候选人都要好好拉住选民的心，而立委林淑芬就请来阿扁总统到芦洲跟民众面对面展现亲和力。看到现场众多的支持者，总统的心情似乎是特别好，但是问到最近的菜价话题，总统只能来个视而不见，也让这一次芦洲的参访多了一点尴尬的气氛。阿扁总统来芦洲，引起市场内的一阵骚动。谢谢你们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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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扁总统沿着德胜街要到永年寺参拜，但民众实在太热情了，100公尺的路硬生生走了十几分钟，最后在众人的护送之下，终于来到永年寺上香，接着再沿路要走往保和宫，而民众一看到总统，兴奋的表情全写在脸上。看到鬼拜啊，加油啊！当时人家排队啊。哦，他多少人来啊？对，拜拜完过。拜到李长芬啦，拜李长芬。看总统对啊。对，较早市长都八卦伊翕相过啊，嘛甲照过啊，较早最台北市的市长。支持伊对啊。对。而这位阿伯不但开心，也很幸运，因为他拿到阿扁总统的亲笔签名。阿伯还秀出手表，上面还有民进党的党徽，可想而知阿伯有多支持了。阿伯签名更加大。今日吃，今日吃公园，真公园，真欢喜的。公园，咱人民胜出的总统，我感觉。拜，电话真久啊。电话真好，我一上哎呀。哎，阿伯我嘛是一上。我嘛是一上。啊，对。那你签名？有支持者，总统一定很高兴。但说到最近的菜价话题，农委会主委苏家全被盯得满头包，跟阿扁总统说这里的菜价比较便宜，总统也只能视而不见，相应不理，也让这次的芦洲参访行多了一点尴尬的气氛。全国新闻芦洲采访报道。再来看一个同样是尴尬的画面，台北县警官到底能不能升等的问题，最近吵得不可开交。因为内政部和警政署都认为警察的人事权属于中央，周习伟无权做人事派令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台北县政府还是在24号早上由周习伟亲自举行授阶仪式，让地方杠上中央的戏码再次上演。各个警员挺直的排排站，而北县县长周习伟也一一替每位警员别上警徽。台北县政府在25号举办警员升迁典礼，在中央不承认的情况下，依然进行升等仪式。在过去的几天，中央有讲了一些不得当的话、不得体的话，让我们台北县的警察同仁心情非常的浮动。中央有一些部会的长官，讲话讲得非常不得体，非常不得当。台北县升格之后，依照地方制度法的修正，所有的预算编制以及职权是比照直辖市。典礼中共有140位警员到场，从二线二星转为二线三星，而北县许多议员也前来参加典礼，表达对中央的不满及升等的重要性。今天台北县升格为准直辖市，我相信就地的这一些员警他们直升，我相信是给他们一种肯定，要不然台北县长期缺乏的一个中央的一个资源，结果现在中央又这样子跟我们县政府为了这个人事权，结果僵持不下。而台下升等的警员对于这次中央与县府协调问题感到无奈，一切遵照上级的看法，认为责任更重大，会以坦然的心接受，更认真执勤服务。感觉责任更重大，由上面来做决定。县府这次请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帮忙，表达意愿和警政署做协调，但对于这次升迁问题，则属于地方权限。周习伟表示，如有任何争议，也将力挺到底，为北县升格的每一位民众争取最大的权益。Channel 4新闻北县采访报道。转到地方上来看，三重集美国小的校地扩建案，现在惹出了土地风波。原本台北县政府计划要把市值约5亿元的住宅用地与台北县农会的文教用地做交换，但是却遭到县议会民进党团的抨击。县议员认为这两块地一换，价差高达了2亿元以上，
强烈质疑这是有图利财团之嫌。为了扩建三重集美国小的校地，台北县政府打算以这一块0.41公顷的地与这一块作为停车场，属于县农会的地进行交换，但却遭到县议员的强烈质疑，图利县农会。县府哦，要把用住宅区来换学校用地，那是不合理的哈、哦，那个价钱也差太多了，何况全国又没有这个例子换地换地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支持学校征收校地，我们反对他以地换地。县议员更表示，县农会的土地属于文教用地，价值顶多3亿元左右，但县府要换给农会的这一块地属于住宅用地，且农会原本的土地连成一片，公告市值起码有5亿元，而一比较之下，价差就高达2亿元左右。议员高分被喊话，请县府执行征收，用这种方式图利实在太夸张。何况这一块土地现在又被那个农会占有，又在经营停车场，那占有在占有的部分，那县府是不是要追查这个是不是有人违法？啊，因为征收没有争议又比较快啦。那如果县府财源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再公开标售你要换的那一块住宅区嘛，那很公平的事啊，就没有这个困扰啊。针对县议员的强烈抨击，不等值的交换就是土地，但县府则表示要交换必须要有建价程序，超过土地的实际价值后才决定换给农会多少面积。但是议员又说，全国根本没有所谓的以地换地的例子，双方各执一词，看来集美国小要扩建校地的希望又得暂时落空了。全报新闻三重采访报道。台北市取缔流动广告车被批评没有成效，让市长郝龙斌是大动肝火，要求未来只要在合乎法规的情况下，建造等申请的程序将要采取严格审查的方式来办理，希望能够杜绝建商的广告车继续流窜。台北市寸土寸金，建商推出的建案动辄好几千万元，但建商打广告会用大型布条或是招牌，就是不敢用广告车。因为台北市长郝龙斌在市政会议上大动肝火，表示取缔流动广告车的政策绝对会贯彻到底。业者往往用利用各种的方法，譬如他停在合法的停车格位内，或者是他用一个废弃车辆等等。那现在甚至是说，他开着根本是开着车子到处跑，啊，那这一类的情形，那基本上郝市长有强调，基本上市府执法的决心，希望外界不要怀疑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会更加强的取缔。台北市政府取缔游动广告车到底有多严格？来看看记者实地走遍台北市的大街小巷，就是看不到一台广告车。而到了市区将近一个小时，唯一发现的就是这一台停在停车场内的广告车。而市府发言人也表示，业者千万别心存侥幸，更别想挑战公权力。根据我们大致上的了解，也跟等于是这上半年以来整个房地产比较热络，但是有一些直接间接的关系。但是我想，市府执法的决心或执法的方式，今天市长特地强调了贯彻公权力，所谓的贯彻是永久的贯彻，不是一时的贯彻。而市府也表示，虽然广告车抓不胜抓，但相信市民可以看到市府的用心，希望给大家一个干净舒适的市容环境。而看到台北市对环境的要求，再看看隔了一座桥的台北县到处可见的广告车，不用比也已经看得出来哪边输哪边赢了。全国新闻台北采访报道。二重疏洪道因为台风夹大庞大泥沙，让疏洪道的路口堰巧巧淤积了一大片沙洲，连重新桥下的棒球场草地也被淤泥给埋没，有人担心会影响二重疏洪道的休闲功能，但是台北县议员就表示，这疏洪道是以分洪的方式宣泄大水，等水淹一退，自然会有淤泥淤积，这是正常的情况，即使再过10年也不用担心。之前的克洛莎台风把二重疏洪道吹的是满目疮痍，看看在疏洪道旁的小沙丘就知道当时淹水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，因此就有人担心淤沙状况越来越严重，疏洪道的休闲功能也会受影响，但台北县议员则认为这是正常的状况，即使再过10年也不必担心。当时我们会看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的时候，就看到已经有淤积在路口堰的这个部分，那至于这个路口堰的部分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二重疏洪道的功能，还是要他们专家来才会知道整个详情是如何。如果很快速的进来，很快速的推走，就但是这个二重疏洪道是应该不会有这个淤泥的这个问题啦。由于这里是疏洪道的入口堰，因此只要遇到天灾酿成大洪水时，大水就越过入口堰进入疏洪道，以分洪方式宣泄大水。因此议员表示，像疏洪道旁的棒球场草皮都被污泥淹没，也是属于同样的状况。那你现在你看这个淤积，这个泥土就是
在这边沉淀至少一天两天以后水慢慢退，可是那个污泥都已经那个河水带的污泥都已经沉淀下来以后，等到河水退了，这个污泥就留在这上面啊。可是台北县政府现在也很努力啊，他是把民众平常运动的这些自行车道，哦，使用率比较高的先把它清出来。像那些道路，台风过后的隔一天，它还是没有开放，因为有污泥啊，很多摩托车还是要硬闯，都跌倒。那高管所也建议说，把它全部封掉，把它清完了以后再恢复通车。其实不只是重新桥下的棒球场，连还在施工的重翠大桥、桥墩工程都紧邻一大片的沙洲。虽然地方传出游行的声音，淡水绿局长则认为，由于早期淡水河被过分抽沙，而现在靠河西的沙子来填补，因此目前仍然属于恢复期。现在担心还真的太早，20年内都不会有淤积的问题。全新闻三重采访报道。现在菜价一直涨，民众家中最缺的就是蔬菜。但或许有些人的家中还剩下一些中秋节所剩下来的柚子，现在这些柚子可就能够派上用场，因为柚子也能够变化出许多不同的菜色，带你去瞧瞧。柚子醋、柚子果酱及柚子皮蚊香，这些都是利用剩下的柚子做变化。像这个柚子醋，只要将新鲜的果肉放进罐中，加上工研醋泡个3个月，就可以做出别具风味的柚子醋茶。对，柚子哦，我们在巴黎这边种非常多嘛，那我们会有一些可能长得太大的，或说生产过量啊，那我们就想到说，我们做一个多加利用，让消费者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到柚子。做好的柚子醋只要放在冰凉处就可以保存2年，民众在饮用前呢，只要加点蜂蜜调味，就可以喝到一杯好喝又健康的柚子醋茶了。说柚子的果肉，那可以跟醋来一个结合，做一个萃取的动作。那喝醋的话，当然可以让我们的综合我们体内的酸碱哦。那醋，那我们的柚子果肉的话，那因为它有很丰富的纤维质，那可以帮助我们的胃的肠胃的蠕动哦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。柚子的果肉营养价值高，平常可以做成果醋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把晒干的柚子皮拿来点火熏香，有提神的作用。欢迎民众在家里试着 DIY 看看。全联播新闻巴黎采访报道。消防队平常除了要执行灾难抢救，现在还得应付各种突发状况。带你来看到的这回消防队员要抢救的对象，不是人也不是动物，而是学校的校徽。三和国中的校徽在月初的时候受到台风吹袭而损坏，已经到了随时会掉落的危险。不过校徽挂在高6楼高的外墙上，让校方是相当头疼，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，只好请求消防队帮忙。校园里出现大型云梯车，而两名消防队员也做好安全措施，然后升上6楼高空，准备进行抢救校徽大作战。哪里？中间。刚才往上面是东，也都是这边有翘点啊。原来三和国中大门口挂了10多年的校徽，经不起科罗莎台风的侵袭，校徽表面的铁皮开始剥离。24号上午，学校更发现校徽已经摇摇欲坠，随时危及师生安全，只好赶快找来消防队求助。用这个校徽哦，风台的时阵哦，风真大，造成这个根本落来啊，足危险，无你极危险吼。所以我伊讲有找吊车拢找无啦，无时间啦，安怎吼？后边我想讲哇，这立即危险哦，因为惊个风啊吹哦，每一天的师生进进出出哦，非常危险，所以我马上打电话咱的消防队。只见消防队员在6楼高的高空上，又是涂强力胶，又是钉铁钉。虽然台风天，他们也抢救过各种招牌，不过要抢救学校的校徽，却还是第一回。平常的话，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消防队还是为民服务为主的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刚才这次校徽，我们会来帮他定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校徽已经挂在那边，又是铁字铁片的，所以我们会帮他说先帮他定好，免得掉下来之后砸到头，砸到学生或什么的。像台风天，我们就处理过招牌啊、音架啊，或是一些东西，我们都还蛮多的。那校徽是第一次，校徽真的是第一次。好不容易敲敲打打，虽然校徽还是缺了一角，但至少安全没问题。只能说消防队员要应付的状况实在五花八门，不过好家在也总算是完成任务，保住了学校的面子。陈乐福新闻三重采访报道。政治新闻永远充满口水，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暂时抛开这些纷纷扰扰，带你来到芦洲的紫禁城博物馆。这里有一尊相当具有历史的关公神像，
而有人说，或许是这里的地灵人和，就连鸟类还有蜜蜂都会选择在这里筑巢，相当有意思。看到蜂窝、鸟巢或许不稀奇，但筑巢在灯笼里是不是很不一样呢？紫禁城博物馆或许是因为馆里到处坐落着许多的神尊佛像，这里特别有灵气，许多鸟兽动物常会停留在这里。像关公两旁所吊的灯笼上，右边有白头翁筑巢，而左边有蜜蜂筑窝，相当特别。你看到麻雀可以奶奶的厨的筑巢，你看我看有个白头翁奶奶到筑巢，更不可能，都在宫殿的去筑巢、哦、所以还有一点，你鸟巢、鸟巢跟蜂巢啊，你们注意听哦，是鸟巢就是鸟窝、鸟巢跟蜂窝在一起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鸟有小 baby 会保护哦，蜜蜂有小 baby 也会保护，为什么没有去争夺？啊，你要打起来的话，可能两个都倒霉，就是最小的都倒霉哦。这两个灯笼就挂在凉亭的左右两边，中间坐着关公神像，就像两个小摇篮，有着保姆保护看守着。而平时蜜蜂与小鸟也和平相处，互不干扰，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人为什么不和平共存？你看那个小小的动物，为了小 baby， 他也不会去起争端，卖口水战，啊，卖为了政治安尼，怕个唔在台湾人啊，与外星人哦，这样就不好。我们来学那个白头翁跟那个蜜蜂和平共存，同样个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为什么要吵得脸红耳赤？选举即将到来，或许许多候选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，无论是哪一个党派，都只要专心照顾好自己的国家，就可以省下没有必要的口水战了。陈立博新闻芦洲采访报道。继续带你来看到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敢秀。国立三重高中举办啦啦队比赛，各班是绞尽脑汁制造噱头，有的班级是走青春洋溢的路线，而有的人则是豁出去了。大网袜还有夸张的假发全部出笼，扭腰摆臀，抢尽风采。国立三重高中的啦啦队比赛一登场，马上感受到现场活力十足的气氛。同学不但展现青春洋溢，还有这一班以科技感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。啦啦队比赛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年，高一新生除了比酷比炫，校长还说今年来点不一样的，以不花大钱举办比赛，最有创意也最实际。我们尽量鼓励学生啊，能够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啊，这样去发挥创意啊。所以，在服装道具的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希望学生尽量能够啊，以节省为原则。既然要比酷比创意，这一班可能不会输，因为七八个大男生，大网袜、夸张假发全上身，扭腰摆臀，眼神妩媚。同学说要玩就玩大一点，很新奇，算是一种创新啊。所以你等一下跳会不会害羞？也是要跳啊，因为害羞就不用穿了嘛，对不对？再看看这一组，这是帅气十足，跳起时下最流行的台客舞，再加上一个 Kilolo， 全组团结一致比爆笑，看起来有创意又敢秀，已经达到校长的不花大钱比创意，最实际也最猛的搞笑演出。全报新闻三重采访报道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创意又爱搞怪。好，接下来马上提供给您的是近期内的活动讯息。
来关心天气，中央气象局表示，周日以前天气的状况都差不多，北部和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，尤其是东半部下雨的机会还会更高一点，而其他地区则是晴朗的好天气。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2度，不过相对的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。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10月26号星期五全台各地区的天气预测。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一节的 Channel 4新闻。对于我们的新闻有任何的意见，你可以利用我们的新闻采访传真专线02-2282-9548来告诉我们。我是曾子婷，祝你一切平安，我们再会。